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。新年到来之际，傍晚的长安街华灯初上，十里长街挂满的红灯笼和中国结，营造出浓浓的喜庆氛围，也烘托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晚上七点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新年贺词。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我们唯有踔厉奋发，笃行不怠，方能不负历史，不负时代，不负人民。踔厉奋发，这个古老的词汇，在新时代激发出新的意蕴，表达着一个国家青春焕发的活力风采，展示了一个民族风雨兼程的拼搏姿态。勇敢的跳跃，奋力争先的场面，给人们带来了一场非凡卓越、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和精神享受。2022壬寅年正月初四，也是中国的立春日，在百年变局日趋复杂、全球疫情依然肆虐之际，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如期举行。简约大气、诗情画意的开幕式惊艳了世界，演绎了中国式的浪漫，也点燃了人们的激情与梦想。从服饰到配乐，从竞技到颁奖，文化之美与运动之美在冬奥赛场竞相绽放。从中医到皮影，从剪纸到景泰蓝，一张张文化名片在冬奥闪耀，以中国风托起了冬奥范，这是大国自信的生动表达。从2008年到今天，我是一个亲历者，我从我个人的身上都能看到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。你敢选用这样的朴实无华的一种表演方式。这一届冬奥会留给人们印象深刻的还有这些年轻热情的志愿者们。高级工程师王雷是此次冬奥会赛会志愿者的首位申请人。志愿服务的每一天，我都能感受到国家强大带来的那种自豪感和自信心。从开幕式上手举各国引导牌的引导员，到热情洋溢、备受瞩目的标兵志愿者 ，And that guy who said "Welcome to China" literally just like makes me tear up every time。从身着明亮天际蓝的检票员，到负责场馆内无线电频谱检测的技术员，他们坚守各自岗位，点燃志愿精神之火。志愿者，谢谢你们。
微火成炬，温暖你我。每一名冬奥会志愿者都如同一簇微火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绽放着温暖而自信的光芒。冬奥会的志愿者是这样，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也都是这样。我们都是志愿者，耶！在疫情防控前沿，在脱贫攻坚战场，在基层治理一线，人们到处都能看到志愿者平凡而美丽的身影。为使我们的国家和城市更美好，截至2021年10月，全国志愿者总人数达到2.17亿人，平均每万人中就有1500多人注册成为志愿者。自信、自强、团结、奉献，始终洋溢在数以亿计的志愿者身上，汇聚起助力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。自信不仅洋溢在每一名志愿者的脸上，更洋溢在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劳动者的面庞。剪刀手，时光飘飘，十八洞村李子寨村民十八三，站在自家堂屋中间，落落大方地和游客合影，脸上绽放着自信的笑容。2013年11月，总书记的到来唤醒了这个沉睡在贫困中的小山村，也让十八三的生活从此改变。我们为了感谢总书记，感谢到为了是要求搞总书记让老姐还不拿十八栋，就还不拿十八栋城。从河北富平骆驼湾村到江西井冈山神山村、青海格尔木长江源村，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访过的几十个贫困村，哪一个不是换了模样？像十八三这样近1亿贫困人口，谁不曾被总书记深情的话所鼓舞，从此绽放新的容颜？从温饱到全面小康，人们的腰包鼓了，腰杆硬了，心气儿足了，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。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、村落阡陌，人们看到的是一张张写满自信、从容、幸福的面庞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自信，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进，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。自信来源于科学理论的指引，来源于实践创新的砥砺，更源自于发展的底气。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，连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都在30%左右，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动力源。今天的中国美好生活图景徐徐展开，千年小康梦圆彻底告别绝对贫困。如今天更蓝了，水更绿了，山更青了，生活环境更宜居了，人民的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。今天的中国科技创新引领未来，嫦娥探月、神舟飞天、北斗指路、蛟龙入海，
一列列复兴号成为飞驰的中国名片，大国制造令世界瞩目，创新活力在神州大地迸发。今天的中国，同心共筑中国梦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著增强，56个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，凝成一股绳，聚成一股力，齐心共创民族复兴伟业。团结聚力是胜利的前提，胜利更依靠奋发奋斗。没有一条通往梦想的道路铺满鲜花，也没有一项崇高的事业不经艰难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，我们坚定信心，迎难而上，一仗接着一仗打。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党和人民一道奋斗出来的。100年来，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。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。党委工长比较空，推进阿强，让我们敲回来，王佳丽，阿强，这是个机会，肖玉仪打门，阿强。2022年2月6日晚，中国女足在朋友圈刷屏了。时隔16年，中国女足再夺亚洲杯冠军。在决赛的最后30分钟内，在0-2落后的险境之下，女足姑娘们不屈不挠，团结奋斗，连追3球，赢得了一场常人看来几乎不可能的胜利。铿锵玫瑰们，精诚团结，永不气馁，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也深深打动和感染着每一位中国人。不只有女足姑娘，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，奋勇争先。东京幺洞洞度洞9分43秒，洛点纬度北纬41度39分11秒，北纬41度39分11秒。点火非常好，返回到着陆。2022年4月16日9时57分，在太空出差半年的航天员翟志刚、王亚平、叶光富回家了。向祖国和人民报告，我们圆满完成神十三飞行任务。此次太空出差期间，追星揽月的航天女将王亚平迈出了中国女性舱外太空行走第一步。栋梁感觉良好，曙光明白。这一切成功的背后是无数科学家、大国工匠、普通劳动者的无私奉献、默默坚守。有请2021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刘湘斌。刘湘斌团队就是其中之一，蓝色的工装，深邃的双眸，刘湘斌专心操作着数控加工设备，在以微米度量的世界里，一点点缩小精度，不断超越。这个团队加工的惯性导航产品，为神舟13号载人飞船精准确定方位和姿态信息，先后100多次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。正是这些大国工匠
成就了大国重器上天入地下海的高光时刻，托举起科技强国的伟大梦想。2022年5月4日12时46分，巅峰使命2022珠峰科考团队成功登顶8848.86米。今天我们这个成功的完成这个任务。中国13名科考登顶队员，在海拔8830米处，成功架设了全球海拔最高的自动气象观测站，填补珠峰极高海拔气象记录空白。历经1年多的奋斗，他们从海拔5200米到8830米，一共搭建了8个不同梯度的气象站，其中4个都在海拔7000米以上。中国人站在最高的屋脊，观测世界气象风云冷暖变化。没有比人更高的山，没有比脚更长的路，目标已经锚定，蓝图已经绘就，只要笃定前行，我们就一定能成功登顶。2017年金秋10月，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2个阶段的战略安排。第一阶段，从2020年到2035年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，再奋斗15年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。第二阶段，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，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，再奋斗15年，把我国建成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。使命呼唤担当，使命引领未来，我们要不负人民重托，无愧历史选择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，以党的坚强领导和顽强奋斗，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不断奋进，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。为了种好中国粮，农民在田地里披星戴月辛勤劳作；为了城市更美好，建筑工人穿梭于脚手架上；为了街巷更整洁，环卫工人迎着晨曦清扫街道；为了生活更便利，快递小哥奔波于大街小巷。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有无数的高山密林等待我们探索征服，有无数的创新高地等待我们披坚执锐，有无数的改革重镇需要我们闯关攻克。这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坚守，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付出。一株青蒿草，一颗报国心。上世纪60年代，屠呦呦和团队临危受命，在科研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，经过上百种药物筛选和数百次试验，终于提取出了青蒿素，降低了全世界疟疾患者的死亡率。青蒿素，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。泛黄的纸页，俊秀的字迹，
记录着提取分离各种中药化学成分的相关信息。屠呦呦把这个笔记本送给了自己的第一个博士生。屠老师对我的这个影响是潜移默化的，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做科研一定要耐得住寂寞，要有这一个能把冷板凳给坐热的这个劲头，这么多年呢一直在支撑着我更好的热爱自己的职业，发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作用。50载的执着追寻，观之令人荡气回肠。50载默默奉献，激励来者接续奋斗。樊锦诗，一位扎根大漠、心系敦煌的国宝守护者。半个世纪的风沙，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。一腔爱，一动画，一场文化苦旅。从青春到白发，心归处是敦煌。这份颁奖词感动了中国，也深深影响了一个女孩。樊先生选择了敦煌，选择了坚守，成为了敦煌的女儿，也找到了心灵的安顿。我希望能追随您的脚步，去选择北大考古，选择为考古献身，也希望找到心灵的归处。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钟芳蓉追梦的脚步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无悔选择，更是文化事业、文化血脉、文化自信薪火相传的生动写照。还有这样一群年轻的科学工作者，他们将自己的青春挥洒在鲜为人知的热土上。为了弄清冰川退缩的历史足迹，朱海峰和他的同事们每年都要花上2-3个月的时间去寻找能够代表冰川说话的树木。他们要从一些独特的树的年轮中发现冰川运动的过往。数万份的种子，正是像张挺一样的年轻种子猎人们跋山涉水一粒粒采摘回来的。他们有时要像登山家一样翻越一道道峻岭高峰，有时要像精明的猎人一样追寻着现场的蛛丝马迹，有时又要像聪明的侦探一样从古老的文献中寻找模糊的线索。任何困难都挡不住踔厉奋发的青年科学家探索的脚步。人造太阳，模仿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，为人类探索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。为了实现人造太阳这个梦想，一个平均年龄只有33岁的高精尖科研团队，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，毅然承担起我国最新一代核聚变实验装置建设重任。总会有一天，用聚变能点亮万家灯火。在这些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身上，我们看到了执着的坚守和奋斗的热忱，也看到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未来。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，坚定前进信心。青年兴则国家兴，青年强则国家强，新时代青年意气风发，正奋进在圆梦复兴的征程上。他们有的钻研科学，脚踏实地，用实验室里的青春换来我国科研领域的发展进步；有的深入基层，躬耕一线，把为人民服务写在大地上；有的身着戎装，
把热血和汗水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中。是祖国的花朵，是民族的希望，国家的未来。当代中国少年，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经历者、见证者，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。责任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。走在新时代的赶考之路上，新时代青年定不负时代，不负韶华，奋力使每一份青春之力都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汇流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，我们准备好了，实现民族复兴伟业。我们准备好了。我们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，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，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、团结奋斗，由一代代人的激励奋进、勇毅前行，中华民族一定能迎来更加光明灿烂的明天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。